腕が。 离了树林，进去里头嘛，就没有拿锹拿石头子没打。我一用手一指，它呲牙的嘛。反正飞过来得有100多斤吧，比正常的大狼狗大多了。拿锹一拍石头，吓得往那小坡上跑了。那你太厉害了，你要是跑，它就撵你了。